着年要到啊，想讲要甲囡仔做领新衫啦。啊，毋过囡仔衫我较无内行呢。大家拢出面遮久啊，你的功夫安怎？大家拢知影啦。好啦，今年甲你无气嫌哦，无我再做看卖咧吼。较简单就好啊啦，过年嘛，想讲要甲囡仔做领新衫，分较欢喜的啦。安尼啊，好啊好啊好啊。李老师，你叫咱行啊。罗太太，你若无甲阮倒茶啦。啊，那挂挂门煞袂去哩。免麻烦啦。我来倒啦。多谢你呢。免客气。对了，啊，你都要甲囡仔做新衫，那我想怎甲王校长做一束仔西装？伊的代志，伊家己会处理，唔免我烦恼啦。哦，安尼啊。啊，无安尼好啦，林家讲咧约一个时间，啊，你带囡仔来，来这好甲娘子啊寸笑，哈。好啊，啊无过几工啊，囡仔休工的时阵，我带囡仔做回来啦。要无我尽量赶过年，互囡仔穿，哈。安尼就麻烦你安尼。唔通安尼讲。啊，无安尼，我先来转啦。啊，过两天才带囡仔过来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多谢恁的。哎，不，顺行。好，多谢哈。好。这对红阿婆，哪会无干呢？老师，那你看来这么忝，我着替玉女啊上课啊。啊，啊，即摆去请假啊？对啊，因囝还咧破病啊。我听讲因囝要出门啊。是啊，还佫伊顶一个囡仔嘛是安尼走的。你看伊这紧张。大家拢同事啦，会当家斗相共，就尽量家斗相共。对啦，大家拢同事。搁要上课啊？啊，行，上课上课，我过来啊。乖哦，真乖哦，人咧艰苦哦，我搁袂差面啊，乖，哦，真乖哦，真乖，哎呦，
啊，小得唔得？但是，两个拢出病啦，太安尼啦，哎呦，太害啊！哎呀，阿狗啊，有路啊，紧来啦，快紧来啦，两个囡仔拢出病啦，紧来啦！医术拢互你抢走啊，感觉阁无够，一届该甲我讨三个，天公伯，敢讲你会甲我囡仔拢抢走，你阁甘愿是无？吴老师，你来遮？无啦，无代志啦。哦，无代志就好啊。哎，你顶一摆讲要带囡仔来我娘身躯，哪无带来？三个囡仔拢在破病，我是烦恼到叫袂起笑。啊，三个囡仔拢在破病，啊是啥物病啦？敢有遐严重？出血啦，一个比一个较严重咯。哦，出血，啊若出血你也较细致了。我知影啦，我意思无，只是因为出血才。叔叔，你莫安尼乌白想啦，那是你的囡仔的命啊。对啦，拢是命啦，拢是我歹命啦。天公伯啊，为什么安尼创治我？我家己歹命就够啊，再害我的囡仔对我来歹命。这款代志，也毋是你，或者是什么人的问题，这都是因果。每一个人拢有伊的因果，较早种什么因，即摆都爱食什么果。搁再讲，因果嘛毋是甚物歹代志，是一种智慧。你若甚物代志，逐项都要来怨叹天公伯啊，安尼你都学袂晓，要来解脱你家己的问题。那安尼，这款痛苦永远伫你的身躯，伫咧轮回。因果。我即摆哪有啥物心情去想这因果啦？当然嘛有，你想看嘛？是安怎天公伯啊会让你失去一个囝？即摆伊要阁让你三个囝做伙来出片，这就是要阁让你一摆机会来考验你。菩萨就是要考验你，看是毋是去学着顶摆的教训，这就是你的因果。你讲的这个道理，我哪毋捌想过咧？迄就是因为你唔捌菩萨，所以才无悟出什么叫做因果。菩萨，对，你回去咧，好好去做，好好来照顾你的囝。你若感觉家己还不够，爱去，你得一直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菩萨啊，了解你的心意，伊就给你力量，给你智慧。观世音菩萨，对，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你看无，来，阿公来斗看。有啦。哦，我甲你讲吼，你原来也是囡仔咧哦，你千万唔通去互神明甲你传染着哈。阿公，袂要紧的啦，我已经大汉啊啦。嘿，明天去就，知无？恁阿母有食饭无？阮伫咧照顾弟弟，无啥物食呢。安尼免啦，好事啦。伊什么人呢？伊去买提药啊，就只要转来啊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身体有哪爱顾啦，唔通遐连大人啊煞倒倒落去哦。阿公，我甲你关啦。
起来，来，来，妈妈有做好吃的饭给你吃吼，来，来，这是腿，乖吼，乖好不？再吃一嘴，再吃一嘴啦。跑出来啦！来吃饭。妈妈讲，咱先吃啦，伊要饲弟弟食药啊，较晚才会出来吃啦。哎呦，你妈妈是怎样？啊，无好啦，咱先吃啦。啊，小雪，小雪，去叫你阿公来吃饭。哈，好。哎呦，天公伯啊！你都唔通甲我讲算笑了，唔通讲有啥物代志发生哦。不必不必。我来洗，你先讲过。唔免啦，阿妈，我来洗就好啊。啊，对啦。啊，你妈妈食未？有啦，伊拄仔落来换面汤做的时阵，有食一丝仔。伊讲伊食袂落去啦。哎呦，啊，带三个囡仔，啊，顾甲忝甲安尼，无食要哪会用的？身体扛袂起。对啦，我来煮一碗面吼，互你妈妈食，啊。阿妈，我来甲你起火啦。哦，好好。我巴肚枵，巴肚枵，你小弟安尼，多谢辅助，多谢辅助，你先去睇咧，我来煮饭给你吃好不？
神啊啦，大家拢真神啊，啥拢摕啊呢？不要，应该巴肚枵，煞要食饭啦。哎呦，食不着好啊，真正呀，食天食地食天食地哦。这几天啊吼，我是急到哦，为着顶面的代志啊，你心肝来足艰苦的。是啊，代志侪已经过啊啦，今嘛吼，无人会来抢走咱的囡仔啦，这是我答应叔的啦。对了，我来煮，我来煮，你去约会，你去约会啊！是啊，嘿，妹嘛，我袂忝啊，这几天给你操烦了，你较忝，你遐忝啊？走鸟，做一边的代志吼，啊，我拢唔敢剩家出手，这足无路用的哦。是啊，你莫安尼讲啊，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先去看伊啦，饭我来煮就好啊啦。我先来看伊啦，我来看我的宝贝孙啦。姨啊，我来看我的孙。好好好。啊，囡仔拢无代志啊？吓。无代志啊啦。无代志就好啦。你哦，唔免管别人啊，家己管得好就好啦。这个是囡仔做伙出皮的代志，好佳哉你送我一句阿弥陀佛，那无吼，我实在唔知要安怎较好啦。但阮老有给你啥货啦？那是菩萨给你力量，也给你开智慧，给你因果，就是你甲菩萨有缘。因果？我一世人哦，唔知是结着啥物歹因果，才会结着这款翁啦。啊，你若无淡薄钱，伊搁咧怨叹恁翁啦。我唔是怨叹伊，我是怨叹我家己。你老汉哈，莫怨叹啊啦！你有头路，也有家庭，也囡仔嘞，大家咱这呢那苦罪，敢讲你歹命许？有家庭嘛，爱看伊啥物款的家庭啊。假使讲我唔是人饲的新妇啊，我囡仔嘛袂安尼啦。吴老师，你还阁少年，啊囡仔嘞还阁细汉，后摆唔知要偌好命嘞。啊，你安尼逐工伫咧怨叹恁翁，啊日子是要安那过？吴老师，古早有一个真有钱的国家，啊，这个国王有一个后生，生作一表人才，人阁真巧，有啥会看就都会晓啊，食好穿好，要爱啥有啥，而且阁是人人喜欢的王子，你想，安尼伊有好命无？王子当然好命。也毋过伊大汉了嘞，才感觉日子并无快乐。是安怎？伊发现讲。是安怎世间众生的人，大家拢遐尼艰苦，啊！伊若是讲大家拢咧艰苦，啊！伊就感觉讲伊家己的荣华富贵一丝仔价值都无。一个王子会想到艰苦人，实在无简单嘞。后来嘞，伊想出办法，要来了解世间所有众生是安怎无共款的运命，伊出来离家出走。离家出走，伊会当走去对？天地这么宽，当然嘛是有伊去的所在。伊到底去倒位？伊哦，伊四界去，愈上这愈艰苦的所在嘞，伊愈要去体验，去过着迄款艰苦修行的日子。恁想，这种人有戆无？世间敢有这款人？当然嘛有啊，若无这款人，咱都唔捌因果啊。你讲的敢是真实的故事？当然嘛真实的，啊，这个王子嘞，唔是别人。就是咱逐天伫咧拜佛祖。佛祖，佛祖是人啊、哦。神是人修来，啊，佛祖当然嘛是人。那呢？佛祖敢有找到伊的答案？是安怎？每一个人的命运拢无共款，伊的解释又搁是啥嘞？为什么我即世人做爱做人的新妇啊，叫有家己无喜欢的人嘞？有啊，伊找到的答案，就是因果。每一个人会无同款的运命，都是家己修来。以前就是即卖的因，即卖就是以前的果。那照你安尼讲，我一世人毋着去了了啊？哎，你无遐悲观，你还阁少年嘞。若要讲后半世人的因果，你即卖嘞才开始咧种嘞尔。所以我要苦劝你，
唔好逐工伫咧怨叹。佛祖的道理，你若加捌一寡，你就袂感觉你歹命。佛祖的道理，舍利弗，如勿为持鸟，十世罪报。所生，所以作佛。彼佛国土，无三恶道。舍利弗，其佛国土。是咧看啥？看到足足足。呀，我是咧念佛经啦。啊，念佛经哦。是啊，什么不止念佛经，我较了解伊内底意思。在佛经内底哦，有足侪足侪我唔捌的道理，实在足宝贵的呢。哎呀，哇，捌字识真好，阁会用念佛经。好啦好啦，你去房间念啦吼，加我来饲就好。接受了佛经之后，我的眼光也偷偷在改变。我发现，其实我并无我家己想遐尼啊歹命，只是会当有缘接受了佛经遐尼好的道理。虽然讲也毋是真捌，啊，毋过会当得到遐尼大的满足甲平静，我知影，我已经是一个真幸运的查甫人啊！哎，阿英乖哦吼，我甲哥哥剃了，待要甲你剃哦，吼，好不？好，好不？阿哥无用啊！啊，啊，你今仔过年人较侪啦，啊，唔只只剃甲这么，哪有时间向我借孙剃？阿英哥甲我剃一下无？嗯，今仔啥物日子来，说甲这么待要来？啊，无法度啦，啊，过年啊，生理较无用啊，我看你逐工人客拢遮尼多，我唔只说甲这么才来。啊。哦，无无，安尼好啦，你先倒去食饭啦，啊，食饱时再来啦，我来甲伊饲啦。遐是麻烦未？袂啦，先生。哦，落来了，阿狗伯啊，你做人有够赞的。啊，袂遐啦，你唔够严的啦。啊，无我先倒来，连咪再过来啦。好，好，好，来去啊。孙姐啊，啊，来，阿公来替吼，坐好哦。扮一个乖吼，乖孙。哎哎哎，你看。妈，来只包包，阿去给我弟拿起来，赶紧好。阿公，我肚子枵，人想要食猪排。等下就有汤吃啦，先甲阿公阿嬷、阿爸叫出来拜拜，进去。好啦，阿公，阿公。来来，这嘛人家。哦，迄无食啦，伊都唔食，你家己食。对啊，食菜食，哎呀，加万个哦，即个较大就食啦。来来来，汽水汽水哦，来嘛，啉汽水哦。我食饱。啊，你安尼就食饱哦？今仔围炉过年呢，啊，我煮遮济菜，啊，你唔加食寡，你讲食饱？无时间啊啦，我阁要赶到恁新兜去拜年诶。啊，你要拜年哦？平常时通安尼照顾，今仔若无去吼，会歹势啦。啊，着摕啥物伴手去无？免啦，我人到就好啊。若无阿爸、姨啊，恁豆豆仔食啦，我先来走吼。哦吼，哎，
骑车较细致咧哈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姨啊，你明仔买布轿，为啥物搞去？今仔是过年围炉呢，敢袂当歇睏一觉？在外口代志哦，莫管遐济啦。阿姨哦，去甲张官交陪，安尼嘛真辛苦呢。辛苦，辛苦伊就袂去啊啦。啊，过年时啊哦，去共拜年，这嘛是应该啊。拜什么年啊？姨啊，你嘛讲一下，今仔过年呢。玉露啊，啊我无搬你就好啊咧，啊天天伫个外口代志哦。咱莫管啦，伊即要做校长啊，你兼讲两句也用的无啦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过年时哦，好话加讲看，阿爸咪就莫讲啊。对啦对啦，恁阿爸讲了有道理啦。来来，食饭食饭，好。来，哎，啉汽水，干杯，大家干杯。好，来来来来，来来跟阿公干杯。哎，来来来，哎。吴老板，这本附近我看了啊，多谢您呢。这紧啊！我在做老师，别行未行，看册上高啦。对啊，啊这附近内底艺术真深，你敢看吧？那有这厉害嘞？唔捌就一直看啊。好佳哉啊，有听你讲一挂附近的道理，无哦，到今毛拢看了不飒飒哦。其实我嘛才上无外久，也阁真含慢。你拢会晓讲故事啦？哪会含慢嘞？那是你唔敢听。你太客气啦！对啦，啊，看你看附近看到这欢喜，无简单哦。你才无简单嘞，买啊侪附近的道理，拢伊在学的啊。真老有学啦，就是家己的兴趣，啊，就带人去庙里拜拜，啊，听师傅啊在咧钢筋刷刀，伫遐慢慢啊学的。啊，拢去倒一间啊？我拢死客气啦，啊，都听人看到一师傅讲了袂歹吼，啊，就缀去做发挥，台东的寺庙差不多拢去过啊啦。安尼，你认错，该哪带我去？好啊好啊，后摆若发火哦，我来招你做伙来，吼。好啊好啊，爱吉林呢。好，哎呀呀呀，啊来来，这附近哦，你提刀转去。啊，若有需要，我再搁送一本去给你。安尼咁好。无啦，这善书呢，啊这就是要送给人看的，吼。啊，庙里摕就有啊，来，你摕。啊，这吼送出去就要来共收倒转来。安尼哦，多谢您呢。
阁有啥物要唱无？唔免啦啦，规间厝内吼，已经唱到清气溜溜啊！去写功课。好。弟弟妹妹功课爱小看一下哦。我会啦。慧晶这个囡仔吼，实真乖，自细汉到大吼，拢足捌代志的啦。是啊，这个囡仔家在慧晶啊，这拢是缘啦。嗯。啊，姨啊，我看吼，咱已经整理甲差不多啊。明仔载我再去找苏兄来，看有欠啥无？啊，若拢无问题吼，咱就用开始拜啊。啊，咁就请师傅来看卖呢。唔免啦，社福堂是咱家己要拜。是要给我们平静，给我们添智慧的，啊，找什么人哦，那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的心肝内要有阿弥陀佛。好啦，我每项都不懂啦，敢那会晓吼，拜祖公祖妈啦，去庙里烧香拜拜尔，啊，你较捌，你注意就好啦。伊啊，这两年来，我每天去佛教灵舍听课，你拢无甲我阻挡。佫这么支持我，我实在是真感谢你。好啦，你莫参照吼，几若年前安尼哦，一个起性地，啊，着要离开厝的，安尼我着阿弥陀佛啦。你要做啥，我拢支持你啦。哎呦，啊，迄摆明明就是。好啦好啦，莫佫讲啊啦。你是我的新妇，我甲你当作查某囝共款，啊，我毋支持你，要支持啥？伊啊。好啦，自今仔了后吼。你读你的佛经，啊，我念我的阿弥陀佛，厝内面的工课拢我来做就好啊，吼、哦，你免烦恼啦，安尼有够无？无够，啊？我对你念佛安尼还无够？你叫我乖乖踮伫厝内一世人，我嘛爱你，答应我一件代志。答应什么代志啦？带我去找师父皈依。啊，都还阁皈依哦？对啊，只有皈依，念阿弥陀佛才有准生啊。我是为你好呢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哎呦，皈依就皈依，随在你的意思啦。阿妈，你围起来，围平，围起来了，哎呦！哎，那边来，这只啊，细只猫来，那边来，那个大只的啦。做家做教无了事，赶紧去出世，出世好惹人的儿子哈。啊，有鸡巴好食呢。哈哈。鸡巴。是学生囡仔的婆爱改，你去啦，你去无用，叫我来就好啊，哈。无啦，伊啊。你想什么代志啊啦？我是想讲，啥啦？你莫紧讲。伊啊，咱家囡仔拢归伊啊，对无？嘿啊。无啊，事实搁讲啥样啦？师父是要讲啥？是我的感觉，咱是毋是？是要讲啥？你紧讲啊！咱以后莫阁杀生啊，好无？杀生啊！伊啊，我知影吼，咱饲遐鸡啊，已经饲足久啊。啊，毋过迄是较早咱毋捌，也毋是阿弥陀佛的学生，毋知影众生平等的慈悲心。啊，毋过咱即摆已经知影，杀生造业吼，是连更加侪阿弥陀佛拢行袂了呢。你的意思是啥啦？我的意思是讲，咱得放心啦。放心。咱后尾哦，饲的遐鸡啊，拢给放放掉，莫搁饲啊啦。啊？拢给放放掉？伊
啊，杀生造业，奉献积德，啊，既然咱都已经皈依啊，决心要学佛啦，以后迄饲鸡、抬鸡代志哦，咱无用该阁做啊啦。这，姨啊，好不啦？好啦，好是好啦，哎呀，不过。饲鸡仔鸟啊，杀生罪恶，即马决定要痛改，所以今仔日特别找一只囡仔，甲厝内底饲的鸟啊来遮放生，请阿弥陀佛大发慈悲，度化遮的有缘众生，让伊皈依三宝，得离佛门。想要行去，等一下时间到哦，恁若未写完，我就给恁打叉哦。阿哥来，哥哥姐姐在写功课，咱莫甲因吵，阿姐出来先因姑吼。阿哈，恁若搁甲弟弟因耍袂煞，下一届我不准来遮写功课哦。真爱带路呢，啊，功课写好啊未？写好啦，食饭前就写好啦。功课写好啊，啊，厝毛真侪代志啊，会当帮阿姐还是阿妈斗做啊。我想要对你出门嘛。哎呀，你上无耐心。妈妈是去听师傅讲经，也不是去佚佗啊啦。我嘛爱听呢。啊，等下师傅上课，你若坐袂住，妈妈是毋是专工过来顾你一个？袂啦，互我对好无？好啦好啦，不过哦，你要乖乖坐好哦。你若吵哦，以后我都袂让你坐啊。好。真是够聪明了。无影啦，伊哦爱耍爱哭吼，佮爱跌落啦。查囡仔爱跌落，哪有甚物唔好啦？来练写、听书、讲经，增加智慧，这嘛是伊福气啊。嗯，啊，我讲话伊都唔听。师父讲话，伊敢就会听？不一定哦，这个囡仔看起来敢那真巧，一定听有诶啦。阿姨讲话有听着无？等下师父来吼，你若是无乖哦，以后就不爱互你缀啊。妹妹，你叫啥物名？王佩霞。上细汉诶哦。缀你诶啦，阿姨阁有三个小弟，人阿上细汉诶吼，嘛无伊遮尔爱缀咯。爱缀落诶，查某囡仔较大心。哎呦，莫一直讲阮查某囝的代志啦！你看，讲啊吼，尾嘴拢翘起来啦！啊对啊，毋是讲今仔日有一位新闻的师傅要来，啊，毋着讲一寡师傅的代志，互阮知影。哎对啦，啊，这个师傅哪会袂到位？陈技师带伊去食饭，可能会较晚来。孙仔，啊，这位新的师傅是对对来啊？修道师傅是为方圆诸分师来。方圆。敢那伊一个人尔哦？伊阁带一位在家修的女地主，甲伊斗阵来。女地主？伊位小姐看起来阁真少年。啊，伊对师父行这条路，
因厝的人敢袂反对？这我都毋知影，听讲因师徒两人伫鹿野迄边阁住过一阵仔，讲经讲了真好，阁真受欢迎。毋过听讲因即条路行了不只艰苦。出家人行即条路哪会袂艰苦？哦，安尼听起来，因的故事阁袂少。是啦，这段时间咱才慢慢来给请教。孙爷，啊，这位在家修的小姐叫什么名？叫静思。静思。静思。我看到你这个后生尔呢，早哪知影讲哦，你做校长，都爱跟人交际应酬，三更半暝才回来，不如哦，你做主任就好啊嘞。假使你也无欢喜，我会慢慢仔改。啊，别人都七个星期，你哪会七个星期？来来来，来去佚佗啊，是来去吃果子。姨啊，我袂检查的啦，有啥物通检查啦？你敢无感觉你家囡仔伤过凉？我伤凉，阿爸，啊，这囡仔无感觉哪会用的啊？那囡仔还阁细汉，啊，大家拢也娶去皈依啦，啊，因是捌啥物弯钩啦。你即马即边嘛是无啦，人要怨好，怨一个较有理啦。是你先掠我，不是我掠你的。我讲你伤过迷信啦，啊，你是要做老师，还是要做尼姑啊？妈，阿公甲阿妈咧，你到时要到店，我唔免照顾啦。哎，阿勇啊！哎呦，等我袂走哦，哎，风雨足大哦，袂当过啦。啊，内衫也无熨，裙也无熨啊！内衫穿在内底，我欲创啥啦？天丁啊，阿伯吼，较莫跟玉女安尼冤到大细声好无？我哪有啊？像早起你也毋是无看的啦。啊，我还讲一下尔，好，我伊就安甲我冤起来。啊，我是惊你啥？你敢讲我？啊，我敢讲你哦，逐工念经拜佛，安尼敢袂用的？啊，我念经拜佛，教你啥物地带啦？你走啦！你别生气啦，阿公伊知毋对啊啦。阿靠，快紧的啦，快点来啦，最好你去打个。来。